这个囡仔绝对袂用留。阿爸，你就是安尼做，你根本就是在台湾，你根本就是在外面啊！我相信只要我坚持，我爸也是我家己的爸爸老爸。这个囡仔一定是杜英奇的。你爸这样做，真正你要错惨了。我下面代志也做不起。我一定要逼天心给处理掉。别派几个人保护你，你总够随时搞回头。我看天心就像回头，你面上会就这么贵啊？你放心，我绝对袂让孙宝来到你的位置。他虽然敢伤害你，我绝对会放你走。从头到尾，伊根本是咧骗人，而且叶许博士，竟然是叶强博，即摆证据拢有无？我一定要拆破你假面。赖永平的，来这边，注意大人安全，小心处理。你去看无？赖给我看。我看你这个心情，之前你是不是送我礼物？我今仔日毛准备礼物要送你哦，你先送出来。不是想要天气降降？求你不要骗我。杜小小，你更不是人性，我不知道你今麦到底是在讲啥。不要紧，我有证据。当你用深情的眼眸望着我，我知道不能转身这样走，回首将你紧紧拥在怀中。月娘已照阮的思念藏心